摇滚天王除了自己演唱的经典，伍佰也为别人创作过了许多叫好又叫座的经典作品，本期就来看看吧。这首浪人情歌只要旋律一响，瞬间就是全场合唱。但许多人不知道，这首歌原是伍佰为高明骏写的，被剧稿后伍佰亲自演唱，才有了现在的经典现场。伍佰看到王心凌的情伤新闻，便为其打造了这首《我会好好的》。伤感浪漫的旋律一度成为当年最具有疗愈气质的歌曲，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，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，那是我心中的幸福，我知道它苦苦的，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，情的友情的都可以，那是我心中的幸福，我知道它苦苦的。如果这都不算爱，是伍佰为张学友量身打造的。虽然整首充满伍佰个人独特的风格，但是歌神不愧是歌神，用中低音的唱腔来诠释，使整首歌表现出学友别具一格的风味。如果这都不算爱，我有什么1997年，刘德华主演电影《黑金》，口碑爆棚，其主题曲《世界第一等》知名度更是一举超过电影本身。此歌正是由伍佰一手打造，独特闽南语令歌曲极具特色，不仅为刘德华带来2亿多的收入，刘德华更是直接买下版权，作为演唱会的压轴曲目。其